你是學生都好、啊、學生球員，但是他就不會給個藉口你呢去、啊、練得少啊，那些輕重之分啊。咁結果呢他要求球員呢這個高佬看看你功夫怎樣啦，開去近處前翻後，哇這下呢入到呢令我想起迪天奴啊，咁可惜呢哇嗨有啲部署喎、啊、唔俾佐佐木舟轉身㗎、啊、下下呢就有個空位，會唔會射？哎呀依下呢就再俾返即斯利，依下唔俾下，依下轉身啦，借人哋過橋，好嘢。港豪哦幾日嘅啫應該就。港豪而一 OK 喎，其實啦咁樣可能執一執呢嗰、那個兩邊的側擊，希望可以做多一些、啊、好多角球，哇又是都是攻到門的，但是呢沒什麼威脅了，那個球落了給了隊友造就、啊、給條路、啊、陳海伯去了，靚球來的，是啦出得很靚、啊、50分鐘那個球按出來呢靚到這樣好好頂的了，咁啊，俾阿港豪呢度啊，佐佐木舟等等等等等，俾咗过去陈海柏出个靓波，哇，好好定啊！呢个啦，正如陈七所讲啦，你个闸啊，两边闸出波出得靓咧，其实就教埋个中锋点顶啊！我一个转身啊，终于被甩咗啦！哦，冇啦，呢套啦，起个孖添，港豪啊，其实咧佢走个位都靓噶啦，对方咧其实咧已经想抛佢一次噶啦，咁但系咧俾佢揈甩咗之后咧，保持翻个平衡，继续去到57分钟，咁咧就为咧冠中南区咧反超前，沉静咗啲啊，做到嘢话，史蒂芬彭利拿爆赢咗阿王洛，望咗几望噶啦。傳返個波埋中間俾阿港豪做最容易嘅事，咁啊何烈文嚟啦，烈文喂呢度入梯，咁啊兩邊嘅起碼